可是我们没有来过这里，我们刚刚还 Google 想说海不是应该在往那里吗？怎么是往这里？结果真正是往这里，很开心。你们开心吗？好，太棒了！因为现在是算是很多大大小小都放假的时候，对不对？好，我是台东金峰乡的孩子，然后当然就是都是在外面工作。然后很开心，因为表演可以回到台东，回到零八九的区域上面。哦，那你们都是从哪里来？来，一二三，好的，非常清楚。有台北的吗？对，好，刚刚有人来跟我打招呼，然后有高雄的，对不对？有台南的吗？有中部的吗？有。彰化在哪里？好好好好，彰化只有你一个吗？哦，新竹是不是？新竹不甘示弱，现在有新竹一票哦。新竹，台北刚刚有过了，不好意思，还是要仔细听大会广播吧。还有国外的朋友吗？大阪哦，沙嘎的朋友，嗨，你好。哎，怎么讲那个？我突然想不到。哦，你好，你好，哦，好，非常开心。刚刚呢，我唱的歌是那个台湾母语，听不懂很正常，不要紧张，哦。然后你们就是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这个阿美族的Ina一直笑呢，你很捧场呢，哦。有很多的，有看到很多熟悉的朋友这样。好，陆续进场的朋友们，好，哦，快哦，快哦，哦，我现在是担任第一个，后面的更厉害，只会更厉害，哦。后面的有孙明恩，然后还有张步宇哥哥。那不管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就是很开心在这里聚在一起。然后接下来要唱的这个歌是我自己有时候就是会回家的时候常常唱的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古谣，是我的姑姑教我的，是台东的歌，然后我把它写成一个新的歌。这首歌叫《脚步》，它是抒情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放下你们的手机，等一下跟我一起左右摇摆好吗？太棒了！Here we go.
叔都来这里表演，这里的人都很好，非常好。好，在我的表演里面呢，我的观众就是我的和声，你们可以吗？可以。哎呦，又这边的朋友很有信心，这边的朋友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好，在我的表演里面，我的观众就是我的和声，可以吗？可以。好的，这可能是我史上最多和声的一次。这是一个小巨蛋外，没有歌。好，我要教你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叮叮当》。好，当然就是跟圣诞节有关的歌曲。这是一首台湾族的母语的圣诞歌。那其实你们听的话，里面的中文的歌词的翻译就是“叮叮当，叮叮当”。好，对不起。是我的错，这一次。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要不避风霜。会唱的，我真的觉得你们很认真。我通常那只是第一句，好，那就是这个歌。然后想说，哎，老人家如果不会唱那个，你看他要你用容慈祥的话，他也很想要加入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写一个母语版的，这样子是这样的意思哈，这就是一样哈。那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合唱，当然就是叮叮当的部分，好不好？怎么样？不愿意是不是？好啦好啦，都给你们。好，我们一起合唱叮叮当的部分。我们先试试看大家的音量跟默契，好了，好来。叮，好，这个音给你们，叮叮当，好，来 ，one two three four， 叮当叮当，隔着零二零拍子北气，叮叮当 ，oh yeah， 好的，有自己的节拍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没有关系，千万不要感到难过，唱出来就对了，好，我们的拍子是这样哦。叮叮当，叮叮当，可以吗 ？One, two, three, four。你怎样啊？我好不容易成一个整齐。好，再次哦，好，不好意思，这边比较众多哦。好嘞，右边的朋友一起玩，一二三四，叮叮当，叮叮当。隔着零二零话里吗？叮叮当，叮叮当。那屋外的野兽都给你发干啊！再一次，叮叮当，叮叮当。好，可以不要那么机器人的叮叮当吗？叮叮当，如果你想要加入你的感觉，你就加入。那我们就一起来唱了，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圣诞节会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所以我先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这样可以吗？好，预备 ，Here we go。来，双手来。Yeah.
之门的贝斯手要包。东西吃东西的就吃哈，干嘛？啊哈？怎么了？怎么了 ？Party！ 阿耶，来来来，野餐的朋友，野餐还是要运动吧？阿耶。呀巴啷啊蒙呀巴啷啊蒙呀呀，人家第一呐。西多呀那巴巴呀巴呀，斯马巴布啊巴拉巴乌的。西多巴就啊。拜完祖安门，低头祖乌母，那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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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穿呀，那爸爸呀，爸呀，一祖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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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啊，三一祖啊，保姆，一祖啊，白素，一祖啊，林一啊，一个大林祖啊，一祖啊，保姆，一祖啊，白素。4, 3, 2, 1
我不知道联络方式，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